Shopline 电商新手村，开网店五步骤，轻松转职电商人。第一关，创建角色，设定商店名称，申请独有网址，上传网站 logo。第二关，选择职业，想好要卖什么了吗？马上来新增商品吧。第三关，获得武器，想提供客人超取或刷卡服务吗？一键即可整合支付、物流服务。第四关，强化角色经验值，从零到一优化网店设计与页面架构。第五关，新手任务，马上测试，下定你的第一张订单。恭喜你转职成功，一起往电商达人迈进。开网店就是这么简单，全亚洲超过20万品牌选用，立即免费体验30天。